哟，我是非著名摄影师韩涛。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跟大家聊一款刚刚出炉的手持三轴稳定器，就是我手上这台智云的云鹤 M2。可以看到它体积真的很小，可能还没我脸长。首先要说明的是呢，这台云鹤 M2 是智云的朋友寄给我来测评的，但这并不是一期广告节目，我会把我最真实的使用体验分享给大家，以及我会给你们看一些我用这台稳定器拍的一些画面，看看用这台稳定器拍的画面是不是够流畅，是不是够稳定。这台云鹤 M2 的一大特点呢，首先就是非常直观的，它非常小。它小到什么程度呢？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智云 Video Lab 的这个小三脚架，这个三脚架的这个大小跟云鹤 M2 几乎是相当的。云鹤 M2 的这个小三脚架是一个更小的三脚架，可以把它支在地上去调平啊什么的。所以整体上来说，这台稳定器的一大特点就是轻便小巧。轻便好像是现在稳定器的一个设计趋势吧，就是都想把它做得更小、更便捷、更便于你带出门去拍。那我觉得这一点上，云鹤 M2 还是做得不错的，因为它的这个各个轴可以收纳起来。当它收纳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包里，不见得非得是摄影包或者是摄像包。第二大特点呢，就是智云所说的，这是一台跨界稳定器。怎么跨界法呢？就是它除了可以搭载像索尼阿尔法6500这样的一些比较小的微单之外，还可以架手机和 GoPro 这样的运动相机。也就是说，你有了它，你就不用去买手机稳定器和 GoPro 稳定器。它就可以搭载这三样，但什么事儿都是一个双刃剑嘛。那它的劣势呢，就当然是说不能搭载像索尼阿尔法7这样的比较主流的拍视频的机器。但遗憾的是呢，智云给我寄这台云鹤 M2 来的时候，那个手机的支架还在生产当中，所以我没有拿到那个支架，没办法测。但没关系，我觉得我主要用稳定器也是用来架微单这样的器材来拍摄，所以我更主要的也是想来测云鹤 M2 搭载索尼阿尔法6500这样的微单的拍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虽然这款智云云鹤 M2 的这个稳定器特别的小巧轻便，但是呢，它也是同样是通过这个电机来在各个轴调频的，所以它的调频步骤上并没有省略，跟我们之前用的所有的稳定器是一样的。它的一些设计呢，会让你在不更换镜头二次装机的时候呢，在调频过程会减少一些，带来更多的便利，让你拍得更有效率。可以看到这个 M2 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是在这水平轴的它中间设计了一个空心滑轨，然后呢，在这个滑轨上镶嵌了一个类似旋钮一样的东西。当你的这个相机调平之后，在这个轴上会有一个位置的刻度嘛，这时候呢，你把这个旋钮在这个调平的位置上锁紧，就代表做了一个物理标记。你看，它就变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等你下次把这个机器拆下来，在不更换镜头和机型的情况下，你再次去装的时候，就不用再去这样去找平衡了。你直接把它拉到这个旋钮锁住的位置，就是其实你上次调平好了的位置，就省去了二次、三次这个轴的调平的一个时间。开机。那这款稳定器呢，虽然体积小，但是它的功能呢还是比较全的。就是现在稳定器那些主流的功能、拍摄模式，它都有。很短的这个手柄上呢，有一个小小的屏幕以及几个按键，就能够囊括了它所有的这个拍摄模式。刚刚开机的时候，它是处于一个水平跟随，然后你点击一下这个 M 键 mode，它就变成了全锁定模式，然后再点两下这个 mode，就变成了 POV，也就是全域的 POV 模式。然后再点两下呢，就变成了这个三维梦境 Vertex 模式。然后呢，这个手柄前侧有一个按钮，当你把它摁住的时候，就变成了所谓的疯狗模式，就是运动跟随的比较快，比较灵敏。然后呢，摁一下就变成了全跟随 Follow 模式。所以说，这台云鹤 M2 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模式它都有。那我在测评过程中呢，为了去实际感受一下它的稳定性，
我就把这个Alpha 600的这个机身稳定给关掉了，然后分别测试了一下在走动和跑动的两个情境下这个画面的稳定程度怎么样。放到10毫米最广焦段，然后缓慢走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接下来试一下跑起来，看一下什么效果。这台稳定器可能适用的人群是那些已经在拍 vlog 或者说正想涌进 vlog 这个大潮里那些 vlogger， 给他们设计的一个产品，因为他们可能不是很执着于用什么样的镜头，用多好的机器去拍摄，他们更希望能够用更好的画面来记录当下现在想表达的东西，所以这个稳定器我觉得是给他们使用的。执着于要用什么样的机器什么样的镜头去拍的人，可能这台稳定器就不适合你了，因为它确实搭载的这个承重非常有限。像我现在架上的这台索尼 Alpha 600和这个索尼的一个10到18毫米的一个广角镜头，我觉得已经是它的一个承重的上限了。你们也看到了它实际拍摄的画面的稳定程度和流畅程度，那你也知道它的一些设计亮点，也知道它非常轻非常小，非常适合装在各种包里带出门去拍。如果说你正想买一台稳定器呢，希望这期节目可以给你一些参考。那这期云鹤 M2 的测评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见咯，拜拜。